起得挺早啊。今天出门吗？我今天突然来了一点灵感，你得加班。老板，今天周末。刘助理，现在危急关头，没周末。哦，是吗？嗯。那我请一天假，扩工资好了。需要我陪你吗？我是说，如果你需要的话。不需要。最新消息，林思乔确定出席，刘亚丽。你确定吗？我今天没事，你要是求我的话，我可以考虑陪你去的。你不是来灵感了吗？那你就搁家待着呗。老板，你还记得那条黑色的裙子吗？你觉得怎么样啊？难看死了。我看天气预报说今天刮大风，你要不别出门了吧，说不定还有沙尘暴，这样你回来怎么打车？是吗？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？挺灵活。飞身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有点不太像。行，那就这条了，走了，拜拜。哎，飞身高跟鞋。刘阿姨，刘阿丽。